铁甲粉碎了醒觉的青春，以狰狞的面目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极其黑暗的一页。天安门母亲，一个因孩子们被杀辱而聚集在一起的群体，是这场大屠杀的直接承受者。天安门母亲是八九民运的后继时检，以历史的视角看待这场运动，他们有这样一些特点：他们是中国集权制度下第一例在本土坚持了20年之久的公民维权，因此他们是中国民间维权的经典范例。二，他们勇敢地向着强权缩还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地位，他们是八九民运，他们将八九民运以人道主义的形式继承了下来，因此他们是中国人道主义的开拓者。三，他们还将社会公正、公民权利这样一些现代的价值观在民间进行阐述和传播。四，他们是积极的中国社会转型的积极的参与与推动者，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缺的一支公民力量。从人性的角度和人文的角度看，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普通的善良的但是坚强的母亲，他们用自己的脊梁为孩子顶起了天空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延续着孩子们的生命。在08宪章的第一批签名中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令人骄傲的天安门母亲的名字：丁子霖、张先林、徐觉。天安门母亲在天安门母亲的建议下，全美学子联于1992年成立了人道救援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在张亚来、我和陆文和的先后领导下，一直坚持到了今天。他的第一任主席张亚来，就在64的时候被戒严部队打中了大腿，粉碎性骨折，送到医院，医生只是简单的做了皮肉的缝合，但是没有为他做血管和神经的缝合，所以组织坏死，不得不高位截肢。陆文和先生因为回国传送向难属传送救援款而被国安部查询搜身，当他第二次回国的时候被拒之于海关之外。在天安门母亲的建议下，明尼苏达中国民主基金会成立了64孤儿教育基金。我们知道64留下了一批孤儿，在这些孤儿成长的过程中，他们受到了冷酷的社会的歧视，他们被边缘化，同时他们又遇到了教育产业化所带来的困境，上学十分的困难。在这些孩子当中有两对双胞胎，一对男的双胞胎父亲肖波被打死的时候才7个月，一对女的双胞胎在父亲王建平被打死的时候才9个月。正是为了让这些孩子不要受到委屈，正是为了让这样一些孩子受到同等的教育，64孤儿教育基金一直坚持了10年，把他们送入了大学和中学。在天安门母亲所记录的死难者中还有这样一些名字：林仁富被坦克碾死，董小军被坦克碾死，王培文被坦克碾死，罗田田道明被坦克碾死，季公
董继芳女被坦克碾死，在天母亲记录的死难者中还有这样一些名字：吴国峰连中四枪，其中一枪在后脑，腹部有2公寸的刺刀刀痕；段长龙左部心脏大动脉中弹流血死亡；王卫平女在抢救伤员的过程中中弹死亡；罗维肾脾12指肠被炸死炸坏死亡；李浩辰被击中肝部死亡；杜光穴被击中太阳穴死亡；袁立子弹穿胸而过死亡。正是天文母亲把这些悲惨的故事公布于众，维护了死者和生者的尊严，他们的每一篇证词都是大实笔，天文母亲，中国母亲的脊梁。